主料，生菜80克，火腿2根，辅料，油，盐，浓汤宝半个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，生菜2颗洗干净，碎石泡半小时。锅是放水，加入半个浓汤宝烧开，火腿肠2根切开，碎开后的入生菜，加入盐煮开，加入火腿汤，点2滴香油，加点鸡精，大火煮1分钟，装盘。烹饪技巧，又是一道美味的生菜汤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